TV 一号台裁判员王雪儿，记录裁判员佘真真、杨雪莹，运动员蒙古选手敖巴森道尔基，马来西亚选手莫景浩。现在比赛开始。敖巴森道尔基你好，莫景浩你好，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听我口令，预备，三二一，开始。好，巴森道尔基获得开球选择权。欢迎收看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河北石家庄站的 TV 台直播。大家好，我是张清勇。本场比赛呢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有画面左边来自于蒙古的敖巴森道尔基对阵画面右边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莫景浩。依旧还是胜部的第二轮，限时80分钟抢七。比赛开始，第一局，敖巴森道尔基开球。先看第一局，蒙古球员敖巴森道尔基。看左上，11。选颜色，右边还有中带。这位置再看看下方的十。推的有点小，15呢暂时不好打。10号。好，左边中带再来。这个位置的角度会有些大，白球也不太好停。看白球，直接低杆啊，看横台的效果怎么样。减速打进还可以，能接受啊。右上方继续带低杆横向边库弹起。
中代这边呢，第一杆缩回来，争取叫的稍微直一点，有角度可以借停啊。第一局，敖八三的二级胜，比分1-0，开球精彩。第二局，莫景浩开球。有球炸进。选颜色，上方这颗花色还是有点薄。好，来看四，一打一 K， 那杆角度非常大的 K 球啊。再来红三，又 K 了一杆，黑八左边有，中带这边再来看啊，再推六，角度自然向下。厚了一点点，没有打进。这个位置的花色会有些难度啊。哎，看了一眼上方的十四，横台低杆，太厚了。那么这位置刚好可以打六啊，用低杆往上走，打二呢留角度向下。
右边再来，推下，蹭了一下，来看这位置。你再看能不能低杆缩回去啊？前面有个镜头啊，这八的左下角是够下的。没问题啊，蹭了个薄边。第二局，莫景浩胜，比分1-1。第三局，敖8-3开球。没有扎进，上方带口有一颗14。先看一下选颜色，花色非常好选，这个位置右下有两颗它不是自然角的花色。轻推进，右边这个位置的13跟9是可以修正的啊，而且从画面看两球贴得非常近，可以利用一些反向摩擦的效果，也是正常来说我们这个9从现在画面应该往上和右边打，但实际上是往画面的左边，往画面的左下方打，这个9才能传进。也就是反着这个瞄球的角度去做一个修正，因为这两球贴得非常近，所以它有一个反向摩擦的效果在里边。好，再来看单色地带，下方再来2推下来，红3。
这一杆就要看一下想法了，因为上边的七应该是不太够的。啊，中低杆向上 ，K 了一下 ，K 到之后呢，因为蹭的不是包边啊，没有出来，现在没法打了。放这位置，那么来看看右边花色两颗，左边有一颗中带。右边这位置呢是一个很好做斯诺克的点，左边就是进攻。无意识翻进啊，这个是没想进的。那么再打包边要碰库，看这方向，左上方要六，好，还在看正上方这颗五号的大角度反角球。再推一杆，好，来看十二号，减速轻推，薄下来继续防守。这球还是漏了机会了，有难度啊！黄一，右边底带，白球吊带，中间呢是碰到球了。自由球。好，摆一个中带。右上方，中带，那就小低杆一点，再来。有角度，中低杆登台一库。
左边再来，继续推弹一扣过来，要让过黑八。关键球，啊，出问题了。上方六打进，好，再拿七来调一个中带的五号。好，左中看角度啊，向右边有冲地杆，右边下来。好，八森戴尔吉胜，比分2-1。第四局，莫景浩开球。没有扎进。看一下右上，推下白球过来，七叫到，好，再来啊，中杆弹库向上，右边中带有六，通过这个六呢，也可以调这个五的左边带口。再推回来，那么右中还有，但是这个力量有点轻。哎，要打的话，杆法要比较低，要看准度啊。下方稍微传了一杆，破坏掉带口球。这个还是有效果的。
看中带。这球呢，本应该还是没太想进啊，因为进来之后自己也不好进攻了。主要意图还是想解开。再看十一，又推防了一杆儿。看这位置啊，带一点左塞，右边 K 球，没有 K 到。下方来看这位置，打四倒是可以用低杆把右边的十帮进啊，但是左边还是容易漏中带。十四，再来，下方来看十，轻打打进。上方再来，十二号留一个十一向右边的角度啊，中带十三还够下。薄了啊，今天贺景浩的失误还是有点多。加塞薄了一杆没打进，上方再次漏机会。
左边推弹过来，十三向下，十五中带。轻轻一点，地带。第四局，莫景浩胜，比分2-2。第五局，敖8-3-2开球。右边中带扎进。这个位置的白球还没有一个特别好打的中带去打，哎，只有左下方来看看底带，单色的四号。中带继续够直的话，低杆回来再叫七。好，七，继续可以带着低杆左边上去啊。这个中带的五呢，也可以后面直接就从上往下打。配了一杆，左边开进，咱们看白球怎么样。看不到，要解球。效果还不错。
看这位置，上方黄衣漏了。太后，从这角度来看啊，这球还是差不多的，直接薄，哎，还是勾防了一杆啊，没有好的机会，再防守。跳球，我们就看看要打吗？这个左上还是有点薄啊。白球呢，不好收力啊，可以尝试走四库。右上跟左下，好，打进。那么中台这边呢，不好停球呢，就打上方的花色往下一顶。看这白球。哎，再尝试看能不能用低杆啊去避过。直接打了杆下方的中带，但是没有打进。这个也不是低杆失误了。中袋打进，看白球离库边稍微有点近啊，左边看争取啊，比如推弹的或者立杆尾都可以啊，往下多走走。好，再来看底袋。关键球，啊，没有打进。十五，防守。先翻了一杆，
好，再来看十四，有下的话带低杆右边还可以开球。好，再来左边轻推两库，右边十下来。两边交位啊，刚好是一个向下的角度。啊，今天这个失误还真有点多啊，进攻和走位上都出问题。拼。第五局，郭景浩胜，比分3-2。第六局，莫景浩开球。有球杀进。哎，右边中袋呢有一个10跟2号的相贴啊。也不管选哪种颜色都要去解决问题，而且它对着的方向是对着带角。打花色就要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打附近的球，比如说打九的同时呢把这个十位置 K 开，同样打单侧的话也是找机会。看角度，左中，好看右边是不是刚好是一个推轻 K 的位置啊？
没刮到。贴球。看一眼上方的底带，薄了一点点，没有打进。他的二号，这位置杆法不够低啊，传球比赛时间已过半，也能传，但是白球停不住。Half-time passed。是，先推了一杆，直接给了个机会啊，也是前面去考虑了一下，右上方你的这个六你是不好处理的，所以我先赌一杆啊，你没法清台。看中带，直接低杆过来 K 球，这位置还可以了，六拼准度啊，继续中低杆。很稳，防了一杆。好，再看左下方这个位置，有没有漏机会？感觉六应该还是小了，再往右边可能会挡住。对，漏球了。好，再来看黑八。直接往下走，黑八就可以调中带了。看看右下，没有，就调中带。六局莫景浩胜，比分4-2。第七局，敖巴森德尔吉开球。上方犯规，先后自由球。
先后自由球。好，中带，下方呢可以推两库弹起。好，看看这白球位置，又蹭了一下黑八，还行。啊，右边有十二号球，左边可以调中带十五，再往左边十也可以调。下来之后呢，来看这九，两边底带都有，而且十四左下方应该是没有被九挡。先调了一杆十一，那上方不留球了。好，再来，左上方啊，中高杆蹬两库。白球位置，十四，没有，一点点啊。过了一点点，我们看看十号球，翻中带，太轻了，哎，左前方七。而现在这个位置呢，直接打六都行啊，直接打六都可以。十秒，上方再来中高杆啊，往右上方去蹬一点点，调中带，没有打进。下方再来看一下十五的右下横台低杆可以调九，好，哎，再来看这位置啊，下方九。球中低杆往左边一横，左下方十四，好，下方底带。七局莫杰浩胜，比分五比二。谢谢。
八局，莫景浩开球。没有扎气。选烟色，右上方单色红三。中单没有打进，看这位置啊，十四、十一、十，啊，我左上方十，再来个低杆，哎，右上再来，角度大可以推高杆，再弹库下来，下方中带角度稍微直一点，十三条十一。还是有点轻啊，这球不是直球。右上再来，十秒，还是对这角度不太满意啊。延时，研究线路。要包中带。
推单起，二号再往上推，啊，五号右上。就绕了个两库，看角度怎么样，还不错。继续下第一杆，从左边下来。上库的话，这位置可以往缝隙中间叫。量了一个七。没有打进，这边中带来看一下墨景号角度，有的话中地杆右边下来可以挑十四，然后再过渡下方花色。好，还有点向下的话推顶七都可以。再看黑八带口，底带有，第八局墨景浩胜，比分6-2，谢谢。第九局，敖83-2开球。中带还是没有炸进，白球这杆呢在下方，花色比较好上手啊，右下方13，中带这边有14，但是左中的15跟9，还有上方的10啊，这带口问题。单色呢比较好选球眼啊，右上方的带口2号，中带这边的1穿7。右边有一个边库的5号比较难打。10秒。花色，再来看11，中带。后面主要就看一下10号的带口了。好，先借了一杆。左边再来看12号，杆把稍低点，吃扣也可以勾一下15。K 到没问题啊。那么这个位置。中带的9还有啊，角度会有点薄，还是10号的带口问题。
十秒。好，选了十四。延时。啊，这个十四角度太大了。来看十四，再来看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有。看这杆可以翻左上，这个球呢因为左上的位置进带的几率比较高啊，单独进接二号力，右上方啊二号这个带口，好，拼了杆翻中白球，这个位置上方底带有，好，中带打进，那右上方黄衣也有，二号没有挡住啊，带一些中低杆右塞上库可以刮啊，把这七往中带位置稍稍带一带，配的太薄了，先锋打五，再低杆向上，好，左边再来看红三，这杆要拿四 K 吗？这个位置角度会有点大，很强的右塞低杆，没有 K 到。再看一眼翻中带，没有问题，好，继续啊，再来右塞低杆，有角度啊，高杆弹一库向上，九局熬八三道尔即胜，比分3-6，官方暂停5分钟，5分钟未到判负一局。暂停结束，比赛继续，第10局莫景浩开球。中带有球扎进，
再来看这个白球位置啊，那么单色，左下方有二，白球两库弹起来，看看这位置，中带还有，轻推弹起右上方可以调六，然后低杆下来拿七再往下走。好，来看这个点，先看看缝隙之间的五号，啊，五六，二选一。好，上来。那叫到这儿的话，拿左上六不好调，你可以拿七往上调。对，同样调一个六的左边中带啊，然后再往下。后面看一下三条黑八。好，往左边推，黑八左下够打的话，红三只要叫直就行了。应该是够的，那中高杆右边下来黑八左下角，本场比赛结束，莫尼浩胜，比分7-3，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好，首先我们恭喜来自于马来西亚的莫景浩啊，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同样是胜部的第二轮，来自于蒙古的敖巴森道尔吉并没有被淘汰掉，可以继续的败部突围。今天所有 TV 台的直播就到这里，明天继续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